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若凡。这次活动新增了异能的睡眠胖丁，实战上非常的好用，常常可以用这张牌反败呢。我搭的是宝石海星，宝石海星可以在前面坦撤退不耗能量之外，宝石海星跟胖可丁进化都只需要一个阶段，比较不会有卡牌的困扰。这副牌玩起来呢，胜率还蛮高的。先来看看我搭配的牌组吧。宝石海星两组，胖可丁两组，伤药两张，速度进化两张，精灵城两张，红牌一张，盗墓博士两张，板木两张，纳兹一张。哦，后宫哦。哇，身上有胖可丁，但是没有小胖丁，可惜了。双蛋瓦斯胖丁流。又是海星，我的胖丁呢？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先给压力。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。哼哼，想睡我。好，胖丁来喽，那我来养我的小胖丁喽。啊，我上个板木好了，足足给压力，让你耗一颗能量。我这边先把胖丁上上去给他睡觉，那因为他一下打不死我，所以我就先不升上胖可丁，让他睡觉为主。睡吧，睡吧，睡吧孩子。哦呀，胖可丁来啦！哎呦，宝石海星也来喽！去吧，孩子。哦，那只
来板木天助我也。来啦，去吧孩子。哦，这次先攻哦。这次我手上胖丁跟宝石海星都有了耶，我先上宝石海星啦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养胖丁，因为宝石海星撤退不用能量了。先让宝石海星当个肉盾。哎呦，皮卡丘哦，快攻队哦。对方如果没红牌，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打了。怕红牌，赶快先升一升，主要也怕他皮卡丘跑到前面了。91滴，痛痛的。来咯，开养，开养我的胖可丁。啊，他应该是没有撤退药哦，不然他怎么没有跑过来打我？哎呀，战一波啦！原来是没撤退药啊！哎呀，可惜啦。小心哦，我的胖可丁要肥肥咯。哎呀，这个撤退药刚才抽到啊。宝石海星啊，好痛啊。我不用撤退药也可以。轮到我的胖可丁咯。睡吧皮卡丘，睡吧。睡吧睡吧。哎呀，怎么没睡？没关系，你有本事再打我一下。到底会撤呢，还是揍我呢？哦，接下来是运气大比拼咯。我先养小星星啦，我感觉等一下会来个宝石海星。因为宝石海星只要二能嘛，那胖可丁要三能，所以我先养小星星。
又来一只皮卡丘。啊，怎么来胖可丁？那、啊、我的宝石海星呢？好吧，那我改养胖可丁好了。好啦，给个纳兹吧，给压力呀、啊。如果他先上皮卡丘的话，就可以先揍他一下。哎呦，来咯，睡吧，皮卡丘。睡吧，睡吧，睡吧。哇，还没投降哎、欸。不错，有运动加了精神哦。结束。后宫，好哟，我手上有胖可丁哦，那我就直接凶一点啦。胖丁冲头，让你睡觉觉。哇哦，又来个宝石海星。吸你的牌。哎呦哎呦，差一点结束这回合了，忘记我是后宫了。睡吧，哼啊，睡吧。再上一颗，因为皮卡丘它没有能量啊，所以不用怕被攻击。那怎么会上在雷丘身上呢？睡吧。哎呀，没睡到。胖丁要长大喽！我要来唱歌喽！然后把宝石海星加上去，避免它有纳兹。唱歌喽！睡吧。哦呀！
要跟若凡互动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。别忘了你们的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是若凡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